2016 CBSN 新郎酒杯中式台球中国公开赛女子组16进8的比赛现在开始。第一局比赛开始，先起开始。是的，也是，也是。第一局比赛结束。
于军鹏胜，场上比分1-0。第二局比赛结束，徐天齐胜。1-1。
三局比赛开始，许天琪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
天使。天使。三局比赛结束，史天吉胜，场上比分2-1。第四局比赛开始，李金鹏开球。
数，无人得胜。第五局比赛开始，史天奇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Thank you.
第五局比赛结束。场上比分3-2。第六局比赛开始，于金鹏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是吗？也是。十秒。Thank you.
天气热。
好休息。先坐。第七局比赛开始，史天奇开球。Thank you.
试一试。就是取天气胜。